歌不出来是对的，他把时间交给我们。听说你妈妈很严格，都不让你交女朋友。但是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觉得在这个画面上，我们两个应该蛮配的吧。说真的，雅兰姐，我觉得你本人看起来好。雅兰姐，大家讲要插到底，两公叫我雅兰姐，你嘛出来给我评一下你耶。我是讲你都咧夹盘啊，你夹。我的人哦，介来行开。啊！伊迄阵签约交易，哈，交易。啊！迄阵我咧甲参详，参详啊！你交易好啊，我甲你做。阿姨讲完啦。阿姨无爱。无爱啊？无爱。我的钱都是爸爸在管，不是妈妈。对，爸爸在帮我顾。阿丁。哎，我可以介绍我爸爸给你认识，朱大哥。不，什么爸爸介绍给他认识？爸爸要介绍给我认识，妈妈介绍给他认识。哎，高颖，阿伯，我搞到你老爸了，你搞到你老母，咱就能死一半。那我怎么办？你给我继续谈啊，对啊，你再去赚啊，继续努力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你赚那么多钱，你没有穿袜子，你是穷到连袜子都没有，是吧？是吧？对，就是最近天气又不知道是有时候又热，有时候又凉，所以想说就先这样子，对，长袖然后搭配这样子，对，就不会就刚刚好找到一个平衡。你那不是叫林俊杰，就是叫做陈雷啊呢，对不？无我搁提顶号底者，你足关心恁查某囝对吧？其实恁查某囝的消息你应该问伊，有现身给他，他还现身给你啊？没有，不是现身，他是现声音的声。这个话要讲好。哎，这个话，现身跟现声音不一样。吓死我了！你知道是哪一个女儿吗？啊，哪一个？的女儿。郭采洁啊。哦，所以一起跟你合作拍现身，然后跟你拍什么 MV？ 这个是动画。所以是动画，所以就请来了这个郭采洁。郭采洁。郭采洁，郭采洁会被朱大哥传染哈。对，就是郭采洁帮我这个配音，声音啦，声音。我告诉你，唱一首闽南语歌，唱一首台语歌，给人家知道这首歌。这首歌要唱谁听？这首歌我在新加坡就听过，然后因为小时候呢，我的阿嬷常常唱。哦，那你的意思要唱给你阿嬷听？唱给阿嬷听了。那叫他们全部都出去了。啊？特别献给阿嬷，但是也特别献给阿嬷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听。是叫什么歌？掐掌。掐掌。掐掌。唱的是掐掌。可怜车长。掐掌。车长小姐。车站呢？哦，掐掌。掐掌。掐掌，你那车站，我错一个。好来，他怕婆过来一个啊。家里。
到车站，阮的心都渐渐淡。看人欢喜来吃尽人，阮是伤心来相送。伊这台语也袂晓唱，啊，伊的台语也是安尼，恁外国看卖啊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啊，诶，英语安怎讲？啊，嘛是赶快啦。火车已经到车站。伊就甲拼出咱台语音嘛。啊，你啊，啊，你你英语嘛是台语啊。再跳过去，来。阮的，阮的心到渐渐动。哎，像我甲讲的拢无同啊。渐渐荡，我听讲，阮的腰渐渐要放，阮的心渐渐要放。因为我看中文字，我就会念中文。哦，台语不是很好。这个，对，我佩服你，因为要来上我的节目，所以专工去学一段这個台语的。啊，台语伊唔捌啊，伊就用英语来拼啦。嗯，哎，不错。心啊，很赞很赞。等一下，你要跟他合唱吗？啊，对啊，不可以合唱。为什么？因为水准差太多。可以啦，你就唱我是恁老爸，啊你唱江南，赞哦，互相合唱。你是咧送什么会？江南是怎样唱？你唱给我听，唱两句给他。放到这里就是念，念着过客的思念。王丽，到了这里才呈现。我们留恋人世间，这可能我唱看嘛。好，来呗，来弹一下。风到这里就是你。你讲啥？风到这里就是你。一时叹着阿君那水。笑。哎，都安尼弹。这个话对下去耶！伊拄安尼弹，配来袂歹呢。你两个在唱呢，合得还不错哦。你看刚才唱那几句，就听得很忙。对，很好听。很忙，你知道吗？很忙。对，就是说你唱的好忙哦，一下子要咬这个字，一下子咬这个字，很忙。很忙，你不知道。很忙，很忙就这样嘛，就看到那个啊，不错啊，身材也好。很忙。很忙那一种，这样子。对对。懂吗啦？不懂。他说你唱的让他觉得，哇，好棒，好赞，好像一个美女过去，你看了，哇，好好暗赞的意思啊。他说很忙啊，很忙这样，所以可以这样讲，要怎么用？以后你回去新加坡就说，妈，我看到你好忙哦，你还不来帮忙？哦耶！好，来听你的歌。听你的修炼爱情，来，拍我鼓励一下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心愿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心伤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做太阳为你照亮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，回忆少年去养。
家乡。